弟兄姐妹平安。平安。那我们起立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今天是2020年第一个主日，对吗？哈利路亚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主啊，我们赞美你，主啊，就在今年2020年的第一个主日，主啊，我们要来高声欢呼来赞美你。所以说，我们欢迎你，荣耀的君王，我们欢迎你在这里。主啊，我们现在就来举手，来高唱，来赞美主耶稣的名。主啊，我们献我们自己在你的祭坛上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的名求。Thank you.
们一起来再来赞美我们的神，他是何等的伟大！我们来唱，我们一起来赞美。在主面前，细细数刷着你的点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我等候，愿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指引中，祈坛前不敢求，
中将受我的一生，在你手中，我深知道我一生在你手中。在主面前，齐齐俗说神的恩典，我才明了你的奇妙带领，我等候也能摸着你的心意，未来的路愿走在你旨意中，
谢谢你在2020年的头一个主日带领我们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。主啊，今天早晨，主啊，凡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要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。阿爸父，是的，你是我们的帮助。主啊，我们的帮助从何而来呢？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主，谢谢你。主啊，今年你就要开始成为我们的帮助。主耶稣，主啊，你也要将新酒、新油、新的恩典浇灌进来。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赐给我们有新的眼光、新的机会、新的得着、新的看见。哈利路亚，主，今天早晨，主你的医治也要临到我们的当中，当中凡有病痛的，凡有劳苦愁烦的，凡有各样的心灵难处的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的医治要临到我们的身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的身心灵都要再次的健壮起来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早晨的时候，哦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的圣灵亲自来触摸，来安慰，来扶持。主啊，需要引导前面道路的，主求你亲自引导。主啊，需要明白，哦，主啊，你的旨意的，求你亲自显明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耶稣，主啊，特别再来为我们敬爱的民书，主啊，为我们弟兄来祷告。主耶稣，主啊，让他的身体完全的康复起来，完全的恢复起来。主，谢谢你，主啊，期盼欧主啊，他再次的站立，再次的走步，欧主啊，在我们当中大步的来行走。谢谢你的恩典，主耶稣，主啊，还有敬松弟兄，主啊，早日带领他能够回到教会里面，主啊，他的癌症也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。主，谢谢你，主，我们也继续为直线来祷告，主啊，让他能够，主啊，每一天每一个主日，我们都看到有一个些微的改变，些微的进步，直到他坐起来站起来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，主啊，你超自然的来介入到万民离下这个家庭。主耶稣，主啊，我们也仰望你。主，我们当中还有所有有病痛的，主啊，包括 Amy 的母亲，哦，主啊，在日本，主啊，求你持续的医治他，并且带领他灵魂来得救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主啊，早晨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主啊，你对我们的心来说话，我们也同时按着你的教导，我们如此同心的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